第986集。后来出来了一个很出色的男人，然后你们两个为了那个男人争风吃醋了。叶浩轩笑道：哼，你觉得我和苏冰云这种人会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吗？云溪笑了，说真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值得我去争风吃醋。如果我喜欢一个男人，我会喜欢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情人。那你们是怎么回事？叶浩轩感觉自己的八卦之火被勾引了出来，他颇感兴趣地问。我们两个都很努力，虽然表面上不说，但是我们想展示自己，看那个男人会对谁感兴趣。云溪道：这局你们谁赢了？叶浩轩道：谁都没赢，那小鲜肉最后被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少妇给睡了，然后事情败露，两个人都被开除了。云溪大笑了起来。叶浩轩无语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后果。他苦笑道：真是服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并不是我们两个表现得不优秀，而是太过于优秀了，让那个男人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再加上他有恋母情节，比较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，所以才被那个少妇钻了空子。现在想想很好笑，也很讽刺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致认为那个男人不错，可是事实证明我们两个都瞎了眼了。你们确实瞎了眼了，不过我觉得你们那个班主任平时打扮一定很风骚。叶浩轩说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那班主任很妩媚的，每天高跟丝袜，很漂亮，对男人很有诱惑力。那就是了，一个处男怎么会抵挡得了那种熟透了的女人的诱惑？你们不是瞎了眼，那个男人可能真的很优秀，但你们那个时候不懂得一个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吧？叶浩轩说。以前不懂，我们现在还不懂。云溪道。就像是我好不容易又喜欢上一个男人，可是那个男人竟然对我爱理不理的，这让我很受伤。我现在不正是抱着你吗？叶浩轩苦笑道。但你的心不在我这里，你肯定在想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地方。云溪道。是，我的确是在想什么时候能快点离开这里。叶浩轩道。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回去好好的调养一番，寒气伤到了你的身体。死了更好，一了百了，不用为那么多的事情操心了。云溪笑了笑。再休息一会儿吧，你吐出血之后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叶浩轩道。好。云溪靠在了叶浩轩的怀里，片刻以后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这一夜简直是不眠之夜，叶浩轩抱着云溪几乎是一夜没合眼。这个心里有很多事情的女人，时而昏昏沉沉地说胡话，时而醒了拉着叶浩轩聊天，问一些让叶浩轩比较无语的话题。不过好在一夜过去了，云溪总算是彻底的清醒了过来，他缓缓地从叶浩轩的身上坐了起来。天亮了吗？嗯，快亮了。叶浩轩看了看东方，已经微微地露出了鱼肚白了。对不起，昨天晚上让你一夜没睡。云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没事，我习惯了，再说就算是我几天几夜不睡觉也没有问题的。叶浩轩笑了笑。饿不饿？饿。云溪如实地点点头。你现在呢？吃点粥或者面食最好，但是这条件有限，所以只有这个，将就着点吧。叶浩轩笑了笑，
烤好的鱼早已经凉透，他只得在火堆上加了点热。有吃的已经很好了。云溪接过了一条鱼，虽然没有调料，但是叶浩轩的手艺还算是不错，一条鱼烤得金黄，香气四溢。我昨天是不是讲了好多废话呀？云溪说。是的，废话连篇。叶浩轩苦笑了一声道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，我小时候生病，每次发烧都要讲一大堆的话，平时在心里的想法或者受的委屈都会在病痛中讲出来。云溪叹了一口气道。哎，就算是不小心骂了云家的老头子也不会有事情，因为我生病的时候只有我妈在我身边。等你掌控了云家，以前有不满的或者等着发泄的地方都可以一股脑地发泄出来。叶浩轩笑了笑道。或许你可以把云家那老头子吊打一顿。不，我不会。云溪微微地摇摇头道。我会把云家那老头子供起来，让他亲眼看着在我带领下的云家强势崛起。好，有志气。回到江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你掌控大局。叶浩玄笑道。你不应该是先把苏冰云给解决了吗？云溪问。苏冰云迟早是要解决的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我得弄清楚他的背后到底有谁在和他。叶浩轩道。他有合作的伙伴，那不就是王明祥吗？云溪有些不解地问。不是王明祥，他没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叶浩轩道。能够和美国51区扯上关系，而且还能为他们提供高纯度精能的人，绝对是比王明祥更有能量的人。精能？我不懂。云溪摇摇头。就是51区的脑域开发者的能量，他们的能力需要用这种能量补充，准确来说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提炼出精能，但是一些普通的东西提炼出来的精能数量很少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而且纯度不行。51区的脑域开发者并不是很完善的，他们有缺陷，他们需要的精能必须是高纯度的，但在华夏不是51区的势力范围内，想要补充精能比较麻烦。所以你觉得是有人为他们提供精能？这个人和苏冰云一定认识，他的能量很大。云溪道。不错，因为精能的纯度要求比较高，所以提炼的材料必须很珍贵，至少是纯度很高的钻石一类的东西，想为他们提供必须要有富可敌国的财富。叶浩轩道。那就不难理解了。云溪若有所思地说。我心里已经大致有数了，你也应该排查过。我排查过了，但以前只是怀疑，并没有深入的调查。我对他也进行过警告，可惜的是他把我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。叶浩轩道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云溪道。你不妨说说，和我心中的想法是不是一样的？你想的是谁？叶浩轩道。薛红云。云溪道。除了他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人了。不错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叶浩轩点点头道。原来这个家伙一直没有放下过我们之间的恩怨呢，他这么能忍，我也是佩服得很呢。是的，这家伙很能忍，他应该很恨你，但是他知道薛家老太爷去世以后，他和你的差距更大了，他在你手里根本不可能占到什么便宜，所以他就假装屈服，直到苏冰云找到他，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。云溪道。不错，我早该想到的，薛家老太爷亲封苏家江南一品，两人的关系自然不是其他的关系能比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苏家老头子葬礼之后，他们两个的事情应该会定下来吧。薛家和苏家的联姻
也会正式开始。叶浩轩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云溪微微一笑道，其实说真的，苏冰云和王明祥对我来说不过是两条小杂鱼，如果我要下决心搬到苏家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，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的，我都能最快的置他们于死地。我之所以让苏冰云蹦跶了这么久，那完全是因为我不确定他身后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薛红云。如果我快速的把他打趴下，一直在他身后兴风作浪的薛红云又会很好的隐藏，那样的话我就会再次失去目标，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才由着苏冰云蹦跶了这么久。你也真能忍啊。云溪笑了笑道，我也就是有些奇怪，以你的性格，以你的背景，就算他们是地头蛇，你也完全可以压着他们吊打啊。我只是不喜欢背后被人阴的感觉。叶浩轩摇摇头道，那种感觉很不好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该怎么回去才行。云溪道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我想很快就会有办法回去的。至于……叶浩轩微微一笑道，云溪觉得这些鱼有些油腻，只吃了一点就不再吃了。怕长肉？叶浩轩笑了笑，是太油腻了。苏冰云点了点头，放心去吃吧，我是医生，难道我会真的让你长胖不成？叶浩轩笑道，我还是吃不习惯这么油腻的东西。苏冰云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叶浩轩的背后一凉，他心中一凛，猛地站起来，太长骤然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手中的剑向后一指，只见一名双手化为骨刺的人正站在叶浩轩的身后，他手中的骨刺还保持着攻击的姿势。鱼人族？叶浩轩皱了皱眉头，他瞬间就认出来了，眼前这个家伙是一名鱼人族。他的身体可以化为骨刺或者鱼鳍对敌人进行攻击。来人不语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群人从他的身后走了出来，隐约间他们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，把叶浩轩和云溪两个人围在中间。这个地方可能是鱼人族的族地，他们的服饰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传统，但是中间还夹杂着俗世生存的鱼人，两者的服饰混杂在一起，让人有种荒谬的视觉冲突感，就好像是历史混乱了一般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闯进来的？一个高约有两米的精壮鱼人沉声问道。在族地里的鱼人族保留着鱼人的传统，他们有些人的身上还长着鳞片，虽然有些类人，但是他们是介于人与鱼之间的形象。无意间来的，请问这里是鱼人族的族地吗？叶浩轩问道。是。你竟然听说过鱼人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汉子疑惑地问道。我要见你们的圣女可人。叶浩轩沉声道。我们的圣女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得到的。汉子答道。我们鱼人族的秘密是不允许外人知道的，我们会送你们出去，但是在这之前我要抹去你们的记忆。他说着右手一伸，就向叶浩轩的脑门上抹去。叶浩轩肯定不会让他得逞，他右手一脚把汉子的手臂绞在了手中，然后顺势把他按倒在了地上。放开大祭司！周围近百名鱼人几乎像是炸了锅一样，他们身上的骨刺或者鳞片都在这瞬间显示了出来。一群人做出一副要攻击的拼命架势。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恶意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要见你们的圣女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对她说，这关系到你们鱼人族的生死存亡。叶浩轩连忙解释。这一堆的鱼人要真的涌上来，他真的占不了便宜，因为他们的攻击很凌厉，叶浩轩是不怕，但是现在的云溪是绝对撑不下去的，况且他和鱼女之间有约定，他要帮鱼人族，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人是不可能知道我们鱼人族的。被叶浩轩制住的汉子沉声道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叶浩轩想了想，他从怀里取出了一颗珠子，这颗珠子就是鱼女送给他的本命鱼珠。鱼人族的本命鱼珠是鱼人最重要的东西，是不能随随便便的送人的，而且除非他是心甘情愿的交出鱼珠，强抢的话，鱼珠根本不会有一点光滑可言。这是鱼女的本命鱼珠。汉子呆住了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叶浩轩来到了鱼人族的族地中。鱼人族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种族，他们本该在这个地方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但是由于上一任的鱼女丢失了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鱼人珠，所以这几十年间他们才会帮着苏家做了一件又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。这里的建筑很古老，叶浩轩甚至怀疑这个地方依然还保留着上古的传统。不过好在这个地方有他需要的药，他给云溪用药，看着云溪安然的睡去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门一开，一名皮肤白皙的女孩走了进来，她的年纪很轻，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纱衣，相貌与鱼女有着七八分的相似之处，显然她就是鱼女口中所说的现任的鱼人族中的圣女，也就是她的妹妹可人。你有我姐姐的本命鱼珠？女孩走到叶浩轩的跟前问。对，这是她亲自交给我的。叶浩轩拿出了鱼女的本命鱼珠道，我想你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她是不是心甘情愿交出来的？她是自愿交出来的，因为我们鱼人族的本命鱼珠与其他的东西不一样，除非我们心甘情愿地交出来，否则的话它是没有一点效果的。鱼女接过鱼珠看了看，然后又还给了叶浩轩。我会帮你们夺回你们族中的圣物鱼人珠，但是前提是你们要相信我。叶浩轩道，我姐姐曾经用秘法向族地传回讯息，说有人能帮助我们，那个人就是你吧。可人看着叶浩轩诚恳地说，如果你能夺回鱼人珠，就算是奉献出我自己的本命鱼珠去救你的朋友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也知道鱼人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它有所破损，我们整个鱼人族的族地将会覆灭。这些年我们帮苏家做的事情并不是心甘情愿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叶浩轩点点头道，自从上古那场变故以后，你们鱼人族就退回了族地，从此以后与人无争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上任的圣女遗失了鱼人珠，你们也不会帮苏家做出那么多的事情。我姐姐已经死了。可人叹了一口气道，她死了？叶浩轩吃了一惊啊。鱼女本来是她要留在苏家做内应的，以她的聪明应该不至于会让自己暴露的。以苏家人的阴险性格，她迟早要暴露的。可人叹了一口气道，前天晚上她的本命鱼火已经熄灭，我们已经断定她死了。对不起，我该让她早点回族地的。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，这不怪你。可人摇摇头道，我姐姐临死前用秘法传回来讯息，说只要你能夺回鱼人珠，她的本命鱼珠就归你，你可以用它去救你想救的人。